叶叶妈妈上台接受表扬。这个马妈妈她其实呢对公益事业非常的热衷哈，她曾经捐血哈累计达到10次哎，哇实在是不简单哈。那对儿女的教养也很成功，目前呢都在一个在科技业工作哈。那另外呢也有担任教师哈。 这个教养子女这么样杰出，这个妈妈应该也是很有这个管教子女的这个策略跟方法哈。恭喜恭喜马燕燕妈妈荣获今年度的模范母亲的表扬，恭喜！